出重案，出到细，有点弧度，向内收，这里靠近，但这里要拉出去，这里拉出去以后，字才有气势，才不会挤在正中间。右边这个点有点弧度，可是非常的重。不，哦，那写短横啊，明明是个点。这个坏习惯从多巴塔到现在都没有改啊，多巴塔就喜欢这样写，写到眼前里还是这么写。好，注意军舰，军舰，军舰啊，这已经间隔距离要保持一致哈。一楼挑高，点点在这外面，不要粘死到一横上啊。讲这个朝向中间集中，抄写的，这个笔画抄写的，这笔画抄写的好可爱，像一个草长出来。啊，既然他写，你也要写啊，看得到，要做得到，不要给他乱改。好，那这下半段感觉比较长啊，不能写太短。这是短的，在为了挤入这三个点，所以呢上面撇变短撇，C 的。可以拉开一点哦，啊，这里是圆近的，圆近的，圆近的，有点圆近，点饱满啊，不要太弱。王，他的王啊，写了非常多次哦，都是偏高，偏高的原因是因为上面不伸长，连底下这样可以伸长的，它也不伸长，所有的王都这样，所以看起来长得比较高。纹，这个纹的大上面这个点大的有点可怕，哦，真是大的有点可怕。但是下面的撇好短，这个捺也是大的可怕。一样照他的方式写吧。学，学最不好写的字，偏偏出现最多次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多练几次也好啊，因为它很难写嘛，所以才要多练呢。哎呀，真的是写这个字写久了会觉得美丽，写这字写多了就会突然觉得简体字还不错，不用那么累啊，跟写功课有关啊，这个写一行跟简体字写一行，当然这个累啊。